间比较就是被打击蛮深的，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有点有一种念头，也不想好，对不对？就是怎么样很辛苦这样，嗯，那就是爸爸坚持吧，坚持说继续打，就说你赶快给小胖，我比你忙忙，咱不能冲起来，类似这样的状况。可是已经发了第一张的个人的专辑，对，我觉得发专辑算是被肯定，对，那我觉得俊霖跟我一样，也是现在就是在成功的之路，然后都是往我们的梦想去追求，对，那是不是可能最熟悉就是王建民先生了吗？王建民，因为我当时在国外读书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很热爱他，然后就常常听他们在就是聊他有多厉害。哦，他拿了冠军。我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起鸡皮疙瘩。OK， 那我们把这张门票送给俊霖，好吗？那个麦放的那个笔记还是怎样在用？希望在2016年6月18号，往下，对，也有一个给设计的登上小巨蛋的舞台。